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你看我们在干嘛？在烤火，太冷了。宝宝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他好开心啊！他现在就是什么都想吃，我们吃饭他就想吃。然后我就是说准备给他加米粉了，他也快5个月了嘛。嗯，就是说辅食的话，最早不早如早于4个月，最晚不晚于8个月。这个太想吃东西了，我就干脆给他加了算了。这次趁着活动买的，给你自己拿。他好想吃啊！你看自己拿。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不过我觉得他什么都吃，应该能吃的。泡点给他吃一下试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去泡这个啊！我把这个拿出来，这个盒子给你玩，哎，给你玩啊！宝宝抱着，宝宝抱着，他好开心。哎呦！来，先不要弄多了吧。我先试一下呀，就是说，它这个好像是直接用那个温水拌一下就可以了啊。你已经迫不及待了是吗，宝宝？有一点点。少弄一点吧。嗯，先试一下吧。对。它这个颗粒状好粗啊。你先搅拌一下了，你先加点水了。这水比怎么个比例啊？就自己比例呗、啊，怎么样？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那边好，边紧边方便搅啊。搅拌一下。好的呀。你不要水要了，再给这么的，你那个水就拉不掉，那个水就不行。哦，我妈已经在教育我了，她的意思是让我一边搅一边啊倒水。啊、好好啊。Hello， 来了。啊，Hello， 来了。来了，宝宝，怎么了吗你？反正拿的东西都要吃，不吃就不行。他的纸壳子他也猛舔，你看，就想吃，不能吃那个，长死了。还要吸吗？差不多了。怎么了吗你？啊？我也是。嘿，怎么了嘛？来了，你妈妈给你弄吃的来了。水的温度够不够？吃爸爸了，宝宝。这是米粉。真的。嘿嘿。哎，宝宝端着。哎呦！宝宝拿着，宝宝自己拿着，对。哎呀呀！你这么饿吗？乖哟。你看他。来哈，烫，来了，我放盖子了，这怎么了呀？哎，你不是忘记了叠怎么叠？我这盖子去。来个。好吃吗，宝宝？好不好吃？你看他啥都吃，不挑食的宝宝啊。我是乖宝宝。好好吃啊、哦！嘿，好开心。哎，有吃的好开心。我买的亨氏的，他说百年亨氏国际品牌。啊，我妈告诉我买亨氏，因为她说我们小时候就有亨氏米粉了。把嘴巴张开，张开，不然的饭我就不给你吃。怎么啦？你怎么了？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哭吗？他是喂不赢他，他吃不够的时候他就哭，他觉得你喂的太慢了。嗯，屁眼。你看他手，不停的抓碗。嗯，不闲着。啊。
好吃不？我帮你试一下好不好？我帮你试一下味道好不好？嗯，那不吃了怎么？不饿吗？黏的，我看到有黏的。应该不是特别饿，我感觉。嗯嗯。人家已经解决了，现在吃饱了，开始玩玩具了。很快哟。